哎呦，好重哦！啊，你来看我切豆，你要哪来整个弄大脑壳？感觉说吃错了，我老公拍视频。嘿嘿，哪晓得豆啊？咋还弄大个脑壳？哦呵，你看他脑壳好重啊，豆就我整烂了。哦。哎呀，你看他做肯定场景而已，黑圈那么重，两边都是。今天就以三秒速的光哈，跟大家做个烧焦猪头，又名红云当头哈。祝南阳各位啊，红云当头，多找票子。先拿皮子去除皮筋味。哦，再刷洗干净，从中间破开，留一半明天都吃。大哥，点火哦！要得很干。先把猪肉焯水，下到去腥三件套，葱姜料酒。大家准备个卤料，葱姜，再配点香料，我打屏幕上了，加入清水浸泡。焯水后捞出来洗干净，烧油，下入豆瓣炒香，再下入泡发好的香料，全部炒香后加入清水，下入炒好的糖色，猪脸板朝下放入猪头，调味鸡精、盐巴、胡椒粉，大火烧开，小火卤两个小时。时间到了，卤趴了就可以了，盛出来备用。再盖上花豆，锅烧空气下入二斤条，不停的翻炒，翻后摩擦摩擦摩擦，炒至脱掉水分就可以了，盛出来。再剁碎，用手撕效果更好。放点白糖、蚝油、盐巴、生抽，剁好的姜蒜米淋上热油。烤砖备用，要想生活过得去哈，头上必须染点绿。最后葱花收尾，就这个红云当头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们两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，我请哦。要得很干。上这个红云当头嘛，肯定整块瘦的。这个瘦的啊，猪头里面那个瘦的啊，叫黑头猪，好不好？嗯，就是叫那个名字。嗯。炸酱一哎呦。但是我烧焦酱也一吃，太是资格的了。嗯，这个烧焦酱特别成功，好吃。还就这个烧焦，我不吃猪，我要吃三碗饭，太香了。那人家多吃点，吃啥都不拉嘴。你就吃的东西也吧。这烧焦其实要用炭火来烧是最巴适的。还有真的烧焦，你们肥的好些，不让不让你。来不腻啊？嗯。哦，这菜的寓意比较好笑，红云当头。哎呀，哦哟，我拌饭太爽了哈。嗯。我说今晚拌稀的嘛，但我没蒸笼。哦。我要蒸笼泡。但是没说还太嫩了，晓得不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想富了自己，关注我们，我是大伟，我是阿哥，我们的队员，拜了个拜。